成功证111K 意见成功，迈向幸福转运站市集运业会，吸引许多乡亲及游客陆续到场，并争相在台西一线111K 路标意向拍照留念。市集吸引部落族人摆摊贩售各式各样自己采集、生产、制作、烹煮的在地新鲜海产、农特产、手工艺品及美食。我来自己为你自己玩那个那这大大爱国过来，大我来大大来个一呀一列了，一百遍自己玩那个过年呢，我来自己哦，啊对，我来回到屋里，那茶叶蛋呢，我妈过把你哩安那个过也圣诞节过，啊对，你安那个你呀你茶叶蛋，乌苏里达，我你只那喊辣椒公，小辣椒，哪样？不错。生意还可以。台西一线111公里处的路标，向来就是游客朝圣的公路路标之一，也因为五个一相连，被认为有幸运象征。不少游客经过此处都会合照留念。为了希望带动地方经济产业，公所特别举办活动来吸引游客。因为今天刚好是11月11号，然后在我们台十一线的111K， 我们这个景点是全国唯一一个五个一的一个景点，所以我希望办这个活动可以吸引到各地方来的好朋友。市集音乐会并特别邀请在地部落舞蹈团队及乐团接连演出，带动现场热闹的气氛。好，非常好。电视新闻访问台东成功采访报道。